Microsoft Word 視窗。各位同學咧，喺你哋電腦嘅桌面嗰度咧，就有一個 icon 咧，就係 Word 嚟嘅。我哋只需要上面咧連按滑鼠兩下咧，就可以打開呢個 Word 嘅視窗噶啦。咁有時咧就會問你用咩格式嘅，咁你間空白文件就可以啦。咁呢個咧就係 Word 嘅視窗啦，嚇。咁最頂嗰行咧，咁就係標題列嚟嘅。咁你又當我咩名呢，咁佢就會顯示出嚟啦。咁呢下面嗰呢度呢，係旁邊呢度呢，就有一啲快取存嘅工具啦。有時想儲存嘅時候呢，可以揀好似第二嗰個就係儲存啦。咁就係撳一下就得㗎啦，就係好方便嘅。咁呢下面呢個啦，就係索引標籤啦。咁第一個檔案嚟嘅。咁你可以撳一用滑鼠呢撳落去啦，就係揀。你見到有不同的指令啊，或者是工具在這裡的嚇、啊、好啦，跟住呢在下面這裡我們叫做功能區啦，你揀在上面按不同的索引標籤的時候呢，就會出現不同的功能的。舉例在常用那裡呢，就最多的一些常用的東西呢，就在這裡啲工具啦、啊、好啦，最下面這裡呢條有數目字的我們叫做尺規，打橫有一條，打直有一條嘅，咁可以顯示你嘅文字嘅嘅位置啦。喺下面呢個咧，白色嘅部分咧就係文件嘅編輯區啦。喺入邊咧就可以輸入你嘅文字啦、圖案啦之類啦。舉例啦，我又打可以直接喺用鍵盤咧就打直入去咯。例如，哦 ，I am Mary Chan， 不 stop。你見到呢有個郵標閃下閃下，就係話你可以入到字嘅位置嚟嘅。咁你想打下一行點算啊？好簡單，只需要撳鍵盤嘅 Enter 一下，就跳去下一行嗰度咯喎。咁你就繼續可以繼續打嘅。啊 ，I am 9 years old， 就係咁簡單啦。咁好方便，就可以一行一咁輸入文字上去噶啦。好啦。咁呢度咧，你都介紹下第一個啦，啊呢、這個喺索引標籤嘅第一個就係檔案啦。咁啊撳檔案，咁你見到咧撳檔案咧就見到呢啲咯喎，咁包括俾你俾常用，有例如新增一個新嘅文件啦，開啟舊檔，即係話你做咗一個檔案咯，咁你想下一次咧翻嚟咧，再開翻出嚟咧就開嘅舊檔啦。咁呢度都係儲存嘅嚇。咁、啊、另外咧。都要會用的就是列印啦，將你的文件印出嚟啦，咁就喺呢度做噶啦。咁你又唔想留喺呢度咯，咁你可以撳翻上面嘅箭嘴咧，就會出翻頭先嘅文件嗰度咯喎。當然咧，我哋最好咧每次做一啲嘢咧，嚇做儲存啦。咁儲存咧嚇記得喺上面呢個位置啊，撳一下就可以儲存噶啦。如果第一次嘅時候咧，佢要問你要儲存邊個位置啊？嚇，咁你只需要打翻你個揀翻你嘅位置啦。就可以啦。咁打第二次嘅時候咧，就唔需要再打噶咯，因為撳儲存咧，自動會儲存翻你之前揀咗位置噶啦。